元旦开始，针对大陆来台民众入境唾液 PCR， 现在范围在扩大。指挥中心宣布，从1月6号到31号，从大陆启程经港澳转机入境台湾的旅客，必须持48小时之内 PCR 检验报告或24小时内抗原快筛报告。HBV 这个在东南亚的国家看起来是会比较多一点，那当然。 我们跟美国的交流是相对的比较多的，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美国近期大流行 XBB.1.5， 美国东部盛行已经达到 75%， 全美则是有40%，每周有 120% 的增长优势。看到本土的部分，事实上检出的情形目前都是偏低，只有3例而已。但医师姜冠宇警告 ，XBB 特性是一个感染者，可以立刻传染给另外2个人，传染期极短，免疫脱逃力随进化而增强，而且更好锁定。 人体细胞，眼看不少美国华侨会赶在春节前返台过年，医师建议应该比照大陆返台加强检疫。我们也没有打算对这个美国来的民众做这个任何的新的这个检疫措施。真正要监控的其实是美国入境的一些旅客，这些才是变种病毒带到台湾的一个元凶。 这根本就是一种抗中保台的防疫翻版。3号开始，台北市开放7.3万剂的次世代疫苗供施打，但次世代疫苗其实无法防范 XBB 家族的感染。目前是在世界各国，它是占了绝大多数的一个感染率。 以及侵犯率是比较高。医师警告，在没有更先进的疫苗之前，也只能先打次世代疫苗来自保。记者周天杰、王一仲台北报道。 那么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